一炷香到底有多长时间呢？有的大侠名字叫草上飞，有的大侠名字叫云中月，而有的大侠名字叫一炷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一炷香大侠在一炷香的时间里就可以练成绝世武功，打败江洋大盗，主持江湖正义。哇，好帅啊！不配，师弟好厉害，跟我拜堂去。我该怎么拒绝和他拜堂呢？我拜堂前，我觉得我想要赚到1000个铜板，这样可能就不想跟我拜堂了吧？没事的，师兄，我有。师妹别急，待我成为武林盟主再回来娶你不迟。什么时候回来呀？一炷香的时间我就回来。你不是说一炷香的时间吗？什么时候才能轮到我成为大侠？古时候只一炷香的时间也就是2刻钟左右，换算成今天的时间大概是30分钟。小朋友，你们记住了吗？休息一下，让我们来听首儿歌吧。滴答伯爵。个子高又高，顶天立地钟摆摇。滴答伯爵，滴答有办法，强壮的臂膀，坚不可摧的外表。滴答伯爵，滴滴答，滴滴答，他的肚子大又大，滴答。他的肚子大又大，啦啦啦啦啦，他的指针转呀转，聪明脑筋转呀转，滴答伯爵，滴答有办法，他的个子高又高，坚定信心不动摇，滴答伯爵。有办法，他有强壮的臂膀，坚不可摧的信仰，滴答伯爵，啦啦啦啦啦啦，大大的肚皮撑在心腰，不离不弃，脑筋转一转，总有主意解决难题，滴滴答，滴滴答，滴答滴答伯爵。